来吧，兄弟们，咱们今天再深度解剖一下这个大墨鱼啊！不只要把它后背的大盖拿掉，吃之前也把它内脏跟墨去掉啊！有的老铁学到知识的，学到常识的，反手就是一个装机。我这个妈嘞，这是吃的还是刚拉的？加上关注啊，晚上9点半左右直播。来吧，兄弟们，这是一只鳄鱼和一只螃蟹，本打算让他俩合作拍个段子，结果他俩一言不合就干上了啊！只见小蟹死死地抓住小鳄的嘴巴不放，小鳄也不甘示弱，我拴砖条约我不停歇，给他给拽晕了。进来老铁，如果手机还有电的话，给个双击。今晚11点半左右。来吧，兄弟们，有很多老铁私信让我徒手不戴手套解剖一个海蜇，说一定会给我一个双击。为了双击，我也是拼了。我，啊，看看，我的妈嘞，到现在手还疼，手面上全是红疙瘩，给一个吧啊！咱们下午5点左右直播干。来吧，兄弟们，这个池塘抽干了啊，这满地都是这个罗氏朝虾，我这个妈真是一抓一麻袋啊，属实过瘾啊！进来老铁，如果方便的话，能否留下个双击？我知道要也没人给，但是我还会坚持要下去的，不要脸了。这晚加上关注，晚上12点直播。来吧，兄弟们，有很多老铁私信给我说，如果你能把海蜇触须上面那个膜成功的给揭掉了，我一定反手就给你个双击。那么好，提笔写出烦恼，给不给双击？好。加上关注啊，咱们下午5点半左右继续赶海直播了。来吧，兄弟们，这是昨天晚上直播抓的那个皮皮虾，我今天带来一根神奇的筷子啊，看着就哇，老铁们啊，双击还有的话给一个啊，给双击，这个魔术会更精彩的。加上关注，咱们晚上8点左右继续赶海直播抓这个了。来吧，兄弟们，这是一只可爱的牛角香豚啊，长得跟牛一样，你看呵呵啊，海洋里的东西就这样，它越漂亮就越有毒啊，这个东西放起毒来连自己都能弄死。进来老铁，如果第一次见的话，咱给老弟留下个双击吧啊，帮帮忙，晚上12点左右直播干。来吧，兄弟们，昨天晚上有一位老铁私信我说你天天发的这海洋里的东西能不能换点淡水的。那么好，我今天驱车250公里来到这个地方拍了这个水记，不知道能不能换来大家的双击啊，会咬人的吧啊。加上关注，下午直播。来吧，兄弟们，今天属实幸运啊，也不知道咱家哪位老铁给带来的，这在大海边捡到一条透明全身都能看到刺儿的鱼。有的老铁看见新奇的东西反手就是一个双击，有的老铁还在犹豫中，别犹豫了啊，给个关注加上双击，咱们下午赶海直播了。来吧，兄弟们，趴在手面上这个东西叫做水蛭，在我们老家叫马格子啊，不知道在你们老家叫啥，评论出来啊。进来老铁，如果你小时候这个给你留下心理阴影的，请你麻烦留下个双击啊，我的妈嘞，要吸进去喽。下午直播。来吧，兄弟们，这是一筐子鳗鱼啊，我的个妈嘞，怎么看着头皮发麻呀，全用尾巴在试探外面有没有危险呢，我的妈，不要咬我啊，再咬我一口不值过了啊，进来就不要双击了，今天要天天要也挺讨厌的，主要要也没人给，8点左右直播。来吧，兄弟们，有很多老铁多次私信我说你咋不解剖墨鱼了啊，你殊不知墨鱼难找啊，昨天晚上非常幸运啊，在码头渔船上发现一只，今天果断拿来解剖了啊。此视频只要2个双击，一个老板的，一个老板娘的，这后面这个东西可以止血的啊，晚上8点直播。